怕他跟人说话了，不然你给人家妞回来就完了。我母亲没有看是吧？看，这多少钱呢？二十五，来两串，几串？十三。对啊，最早啊。小子来两串，出来来来来，哎呀！哎，纯粹那大羊肉串啊，不是羊肉，不要钱了啊！七十个，哎，七十个，七十个，先开嘛。哎，几串来几串？哎，纯粹的羊肉串了啊！好吃的羊肉串，马上啊！哎，你看吃不了，这个会吃不？哎，你说呢？这咱们吃不？你吃的来一个呗。哎，来两串来，好，老好吃了。我也是帅哥。漂了白了，我操！老弟，这怎么了？打气，打气！啊！五十块钱。那待会儿进来再给他们的，不要给他们的。来，全家肉串。把我们小爹都比都挑到挑到大来，全羊肉，来，全羊肉串了啊！好，这是羊串。不是羊肉，不要钱了啊！减少会员，减少。哎 ，Hello。这一次看嘛，把每样东西都给你配好，比较完整的一套，我当面给你配，用锯子当面给你配，配好了，一共才100块钱一套，拿回家泡酒，对不对？你跟着美女的派弟弟们，对不对呀？哎，你们杭州人喜欢听吹牛的，喜欢听漂亮话，那真正的。来一套，我给你配好。真的，花了这么大力气，对不对呀？100块钱第一次搭个桥，100块钱你也充不了，我也发不了财。赞了，赞了。很傻哦，那个卡白的，有那个虾的味道是吗？对，来，哇，这个画面简直了，不要的话，怎么说呢？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好吃，但是。他妈在门里该不是挂是吗？拜拜。你敢吃啊？